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，是指梵高的画作吗？梵高传世的向日葵画作中有三幅是十五朵向日葵，这一幅的真迹保存在英国，有机会带你去看看怎么样？如果是在同一年的话，这幅画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完成时间要晚。梵高很喜欢田园风光，他的作品里倾注了他对生命的热情。他对色彩有着独特的执着，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幅画的真迹，就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了。没有写年份，只能姑且这么猜测。这幅画不是黄老师画的，或者说不全是黄老师画的。这幅画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运笔方式，其中一种明显熟练度不足。相比其他类型的画作，油画的笔触更容易辨认。这幅画的底稿应该是黄老师起的，但部分上色的工作是其他人完成的。这个人似乎接触油画时间不长，下笔的时候很犹豫，可能是临摹大师的作品让他有压力，也可能是……没什么，反正这幅画不是黄老师画的就对了。可惜这幅画的真迹毁于战火了，没机会带你去一睹真迹的风采了。可能是因为没完成吧。 Theo 应该是指文森特·梵高的弟弟提奥·梵高，他是梵高一生中最亲密的人，也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。东湖泛舟图，这幅画的真迹
原来是留下黑市了。是有名，但也没有到全民皆知的程度。前两年有个放高利贷的老板很喜欢这幅画，出了高价想买。那人在艺术品市场上把这幅画的价格炒到很高，可就是没人出手。你确定？哦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袁婷今天要来黄老师家一趟了。没错，因为那个放高利贷的老板就是张卓的债主。是的，只可惜张卓手里那幅从伦斯特买来的东湖泛舟图是赝品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张卓一家是被逼债而死，袁婷却格外怨恨造假的伦斯特拍卖行。他现在想得到这幅画的真迹，大概是想在离开未明事前化解心结吧。文件夹的密码是十位，屋里的其他画作都与梵高没有关系了，难道密码藏在向日葵里？按日期排列的话，三、十二、十五，五朵向日葵没有完成，显然是最后画的。三一二一五五，哎，只有六位。我的律师果然是最厉害的。